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群书制药三六零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，二知人一八三，还论人，通则观其所理，贵则观其所敬，富则观其所养，听则观其所行。 近则观其所好，习则观其所言，穷则观其所不受，见则观其所不为，喜之以厌其首，乐之以厌其癖，怒之以厌其节，惧之以厌其,其特。 哀之以厌其人，苦之以厌其志。八官六厌，此贤祖之所以论人也。论人必以六妻四隐。何谓六妻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。何谓四隐？交友。 故旧一理文朗内则用六七四银，外则以八关六宴。人之情味，贪避献美，无所思矣。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。知人一百八十三条啊，是出自于。 见三十九《39, 李氏春秋》这条啊，就是讲大凡衡量一个人呢、啊，当他显达的时候，观察他所礼遇的是哪些人；当他荣贵的时候，观察他所提拔举荐的是什么样的人；当他富有的时候， 观察他所供养款待的是哪些人；当他受到君主听信的时候，观察他言行是否一致；当他闲居在家的时候，观察他的嗜好是否正当合法；当他亲近君主的时候， 观察他的言谈是否与正道相应；当他困苦的时候，观察他是否对非分之财有所不受；当他处于卑贱的时候，观察他是否对非义之事有所不为，使他喜悦，考验他能否。 保持操守，使他欢乐，检验他是否有邪念恶行；使他发怒，检验他能否节制心中怒气；使他恐惧，观察他如何独自应对而不害怕；使他哀伤，检验他是否心存仁慈；使他困苦。 考验他意志是否坚强。以上八项观察，六项检验，是先主用来衡量人才的方法。衡量和评定人才，还必须依照六七四引。什么是六七？就是父母、兄弟、妻、子。 什么是四隐？就是朋友、熟人、相邻和亲信啊。相邻就相党啊，跟亲信的人，这个是四隐啊。在内就用六七四隐为标准，在外则用八关六院的方法。如此一来啊，为人真诚、虚伪、贪婪、粗鄙或善恶等品性。 就能一览无遗了，这就是古圣先王啊辨识人才的方法啊。那么这个知人呢、啊，知道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一百八十三条啊，就是以这个啊来啊辨别啊这个人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才啊，那就很清楚了啊。八观六院。 六七四眼，用这个标准啊来辨别认识啊一个人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欢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